Welcome to the channel Coach EmRatThich. This is the review of Liu Guoliang of the World Championship Zhedong 2017. It is interesting because he discussed the tactics of the final match between Ma Long and Fan Zhendong. 我觉得作为张继科来说，这么多年赢得了这么多的荣誉，取得了这么多的冠军，输一场球对他来说完全应该是吧，不会影响到他的信心。我觉得他的内心还是非常强大的，运动员嘛，总会有这样，是不是？你状态好的时候，你会取得无数个冠军；但你一旦发挥不好的时候，也会输得比赛。仅仅是一场比赛而已。我觉得，大家应该给他更多一些宽松的环境，更加给他一些自信。这会儿的时候，他需要一些鼓励，需要一些安慰，是吧？同时也需要一些比赛的胜利。 比赛就是一场教科书式的决赛，两个人已经发挥了最高水平，是吧？也是近年来技术含量里边是吧竞争最激烈的，然后两人打到这个第七局是吧？这个最后决出两分，我觉得整场比赛里头让我在上面看的时候也是百感交集吧。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幸福的烦恼，既希望大家会师，但真正会师之后。 啊，等比赛结束了，既为马龙感到骄傲，同时又心疼小胖，也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带给球队，带给两个运动员的东西太多了。作为小胖，他还年轻，教了这么一次宝贵的学费吧。但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他已经比以前提升了很多。那就是说，在决胜局的时候，有两个机会没有把握住，一个是2-0的时候稍微过胸了，再一个9-7的时候发球上如果有一点变化，可能就会更好。但是已经别的挑不出任何问题了。因为整场比赛里边，马龙3-1领先，3-1领先之后，可能马龙的精力体力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影响。连续打两场，3-1之后好像稍微抠的没有那么紧了，是吧？想等待小胖犯错误，但是小胖今天1-3落后的时候，我看一点都没有慌乱，是吧？一直追到三平，差一点把马龙逼向绝境。这场。 比赛我觉得确实留给大家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来说，这次比赛感觉是所有我参加过世锦赛压力最大的一届，但是也是最精彩的一届，收获也很多。首先，我觉得整个比赛里边既要祝贺马龙、丁宁，继奥运会之后在世锦赛当中是吧依然能够获得冠军。 是吧，像这个樊振东、朱雨玲这样的小将，是吧，能够杀入决赛，在决赛当中都还是有一定取胜的机会。但是，这就是这样，看似一两分，但这一两分里边包含了太多。融入了太多。因为像马龙和丁宁，也都是经历过这些，也都教过学费，也是在这种大赛当中，是吧，趟过来的。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年轻小将，是吧，这个经历过决赛之后，会让他们越来越强大。同样，作为张继科和刘诗雯，还有这个许昕，是吧，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作为球队来说，他们都是球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次比赛而已，是吧，不管打得好和不好，他都会成为一个过去。 是吧，既然我们能够说从领奖台上下来，一切从零开始，是吧？那我们更应该做到，是吧？这个从比赛当中，是吧？输掉比赛或者不够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价值的这种比赛里边，也是要从零开始过去，是吧？该记得的记得，该忘记的忘记，是吧？我们永远，都要盯住，是吧？这个周期里边，2020冬季奥运会，所有的，世锦赛也好，别的也好，都是为奥运会来演练。所以这次比赛，我觉得我们收获的非常多。当然，我更希望，是吧？我们除了收获之外，更多的是能够让球队更加强大，是吧？老队员能够继续担当球队核心的作用，年轻队员尽快成长，这就是我们世乒赛的收获。 因为奥运会之后，日本呐、韩国呀，是吧？特别是日本队的这种崛起还是这种比较快的，因为他们不光是这一两年花了很大的功夫了，他们现在在财力上，在出来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是吧这个团队上是吧，比中国队这个付出的要多了，因为他们肯定是2020。 东京奥运会所付出的这个力量，我觉得他们也有收获，也有成效。但作为我们来说，是吧，在这次世锦赛当中，不管是男女线。
是吧，应该来说是完胜日本，这也体现了我们的水平，也体现了我们能力。但他们同样有两个是吧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一个是平野，一个是张本，是吧？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但是他们在日本，他们有很多参赛的机会。如果说他们在中国。 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甚至连参赛都不一定有。我觉得既要肯定，是吧？对手的强大，对手的这种带给我们的压力，同时更需要相信自己，相信我们的球队，更要相信我们的年轻队员。我相信我们的年轻队员，是吧？也会在一步一步当中走得更扎实。因为毕竟我们男女队两个年轻队员这次都杀入了决赛，所以我觉得事情一分为二的。